大家金寶相對的時間個身體越嚟越近啦，咁就忍唔住就要打佢咯。我太太本身個性格同埋脾氣咧就好暴躁啊，一嗌一講唔夠兩句咧就扯曬火，即係發曬脾氣，咁就再講多兩句咧就升級嘅時候咧就去攞刀啊，用武力去解決噶啦。最惡劣嗰陣時咧，就兩日一小炒，五日一大炒。小炒就掟嘢，大炒就出手。社會福利處資料顯示，虐妻同虐夫數目1997年至2000年上升一倍，而虐夫個案就按年遞增20%至100%，四年累積升咗4倍。阿强30岁，结婚5年，2年前开始被太太精神虐待。在结婚的初期大家都是很热，但结了婚之后太太会期望你是多些时间去留意她，或者多些时间在家里面。有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，老板 call 你说个客里面有些事需要去帮手去处理，结果那次里面就前前后花了差不多成40分钟，超过了。咁老婆在那里等等得不好，不开心，甚至说以后出来的时间你最好不要叫我添。咁喺那次里面其实已经埋下有些不开心的导火线。开始我只是觉得他是不开心嬲怒的一种行为表现，但是随着时间里面2、3日、3、5日，有时成个月过几两个月，甚至2、3个月，而最长一次几乎都超过了半年的时间冇对话的。这个冷漠甚至去到一个几乎同一个陌生人的地步一样，而我当时都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连个邻居都可能会打个招呼，个朋友都会 say 个 hello，为什么夫妻会去到一个地步里面竟然不抽不睬，变成好像完全隐形透明，或者根本你不存在。他听电话可以很轻松很开心，但是跟你的对话可以完全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对话，听不到你所问的东西，听不到你所说的东西，甚至买花啦、写卡啦、写纸条啦，但是有时他都不领情，甚至佢食飯嘅時間裏邊，佢自己食佢自己嘅飯，甚至冇預留你嘅飯餸，已經係每人瞓一張床。就算你碰到佢嘅手，碰到佢腳，佢都彈開咗啦。咁做啲咩親密唔親密啦？夜晚嘅時間好想去瞓覺，但係瞓落床裏邊，頂多係瞓半個鐘頭、一個鐘頭到。咁就醒咗，就開始胡思亂想，點解佢會係咁樣嘅咧？係咪真係因為我所做嘅嘢裏邊咁嚴重咧？甚至諗到係咪佢有新嘅男朋友，甚至佢係唔想唔要我咧？我發覺喺一個咁嘅精神嘅一種衝擊之下，工作會直接間接受影響，去見啲客。根本有時自己唔知道自己講啲乜嘢，甚至啱啱聽完個電話之後，轉頭已經唔記得咗電話裏邊係講啲乜嘢嘢，覺得好攰，覺得唔知道生活係為咗啲乜嘢嘢。安仔結婚8年，一次婚外情，太太失曬信心。經常懷疑他有外遇而大興問罪，甚至揸刀大吵大鬧。我翻個工嘅工作時間好長嘅，出出入入都要12個鐘啦。咁變咗佢唔相信我翻真係翻工咯，即係懷疑我出邊又係有第二個女人咯。有陣時我翻工嗰陣時，佢成日打電話俾我，打成幾多次啊？打成一個鐘頭可以打50幾次電話過嚟。嗰陣時個仔得個2歲好似。係啊，得個2歲啫，啱啱學行嗰陣時，
跟帶埋個仔跟住我翻工。朝頭早五點幾起身喎，拍醒個仔喎，就同個仔著衫換衫喎，跟我翻工喎，跟到我收工收得夜晚八點幾喎，跟足一個禮拜喎，跟住我翻工跟足一個禮拜喎，唔係跟一日半日喎。最惡劣嗰陣時咧，就兩日一小炒，五日一大炒。小炒就掟嘢，大炒就出手。呢度啦，老滾又淋我啦。即係煎雞蛋嗰陣時，我夜翻屋企，晏咗翻去，我話兩三點到啦。結果搞到四點鐘先翻到屋企，跟手佢攞啲滾油淋我，淋到我成隻大髀都係啊！我覺得男人呢啲傷都可以忍到噶啦，都冇咩事。即係點講？我淨係搽啲油啊，成啊，痛幾日就冇事啦。告佢，始終佢都係我太太，又幫我生咗個仔女，試過攞刀添。嗰次話出邊有第二個，我話冇，佢又唔信。佢直頭攞個刀咁就攞住包我條頸度。你講你出邊有冇女人？我話冇啊，就係咁咯。我自己都衰嘅，我曾經喺出邊有個女人，咁就只不過係玩下嘅啫。咁就後尾俾佢知道。因為傷害了他的話，跟住你想補救回一定要很長時間。我也有想過，但是這個時間是無了期的嘛。我不是未試過跟朋友說搞錯啊，你是不是男人來的，回去打我勁的他啦，這樣丟曬我們男人的面。即是會你會感覺上呢，那些朋友呢在背後笑你的，根本就是怎麼說沒得發泄的，你根本不知道用什麼辦法自己發泄自己的。講下講下我都想喊，咪真係。但係你又要忍翻啲眼淚，你始終都係男人嚟噶嘛，咁流血不流淚啊嘛。咪望住佢開嗌咯，大聲啊嗌曬出嚟咯，喊嘅有陣時會，自己都喊啊，我都覺得傻傻地有少少。我咁勤力，走翻工去揾錢，揾錢翻嚟嘅結果就係鬧。明白嗎？你會覺得自己很不甘心，明白嗎？只不過是看著那些子女，真的看著他們才會怎麼說，會忍下去。阿文結婚25年，太太沉迷賭博，還多次用刀斬傷他，驚動警方上門調解。初初跟他認識的時候，他就本身就很純的。我一搬了新的地方的時候，咁佢喺新嘅地方住嘅時候咧，就接觸到另外一班新嘅朋友嘅時候咧，就開始變咗沉迷咗不得。而兼夾有陣時咧，我就擔心佢咧輸咗錢冇力去還債啊，咁樣叫佢去做啲不道德嘅行為啊，好似去應召啊。其他兄弟咧，我即係經常圍繞住呢個問題同佢講噶啦。咁佢就話我干涉佢個私人嘅生活、私生活，同埋佢個人嘅識朋友嗰個自由度。咁佢就嫌我囉嗦嘅時候，佢就話人哋個老公每一個月俾成份人工屋企，而你又唔係成份人工俾我，即係下要將我同人哋個老公嚟比較嘅時候咧，變咗我自己個感覺咧就話好難去接受咯。兩年前開始惡化嘅，初初嘅時候咧好激動，最多係嗌交就講粗口啊咁樣嗌交啊，同埋咧就話攞啲嘢嚟掟啊咁樣咯。咁變咗我問多佢幾句嘅時候，佢就好唔耐煩，咁又嘈啦。好唔耐煩嘈嘅時候咧，咁佢就又去攞把刀出嚟啊，就直頭踢落我嗰度，踢落我手嗰度。差人上到嚟嘅時候咧，就初初仲以為佢受咗傷，個女警咧就睇過佢就冇傷到。咁即係證實咗就地下啲血啊，同埋咧係由我嗰度流出嚟咁樣咯。咁就個差人就問我告唔告佢。咁我嗰陣時我話我唔打算告佢啦。佢都係一時之氣嘅啫。其實佢都同我講過，佢亦都係寫過張悔過書俾我。即係佢自己寫噶，唔係我逼佢寫。佢話對唔住啊，老公。咁但係之後咧，一路咁樣，佢就日後咧生活咧就變本加厲嘅。大家生活上都唔係咁協調，唔係成嘅，成日都係嗌交，仲多過傾偈嘅，而且仲升級到要成日攞把刀要對住身邊嗰個人嘅，咁生活耐都冇意思啦，咁不如大家分開仲好。
我是一个男性，我冇可能话会俾一个女人咁样打法。一个男性，我的体力是会比女性大的，如果我要打佢嘅时候咧，我一锤打佢咧，佢随时可以起唔到身。所以其实如果话话俾人听话，哇，我俾女俾老婆打我咁样，其实唔可以，即系讲话，即系男性冇咗尊严啊，唔可以咁讲嘅，只可以话你系根本上系忍让紧佢，亦都唔想话将个事情即系搞到系有人命嘅事发生。想最後帶翻出嚟，有冇即係覺得有時男士喺個婚姻入邊咧，都有一種即係備受傷害嘅感覺？其實可以點做咧？可以點處理咧？男人揾傾訴對象唔係咁容易啊！本身男人嘅角色亦都唔係接受咁容易接受人哋傾訴嘅，你配偶用其他人或者男性又好嚟比較，就已經係一個最基本嘅傷害。再加上一個睇唔起，如果係老婆睇我唔起咧。又是再進一步的傷害，最傷害一種就是話第三者的侵入是最受傷害的男人。即通常就好像話，哎，個老公俾老婆打喎咁樣，多數都是老婆俾老公打嘅啫。男士睇男士嗰度啊，喺我自己大男人角度睇咯，某程度我覺得佢抵死，所以咧就佢好無助嘅。我想問你，你有冇試打老婆啊？我啊打過我老婆，打好多次。打得好勁，阿睇醫生。阿陳結婚30年，婚姻生活不如意，經常虐打太太，最後向社工求助。我咁辛苦賺錢，放工翻嚟點解佢仲喺隔離左右打麻雀？翻到嚟屋企亂糟糟啊！細路仔可能啲功課未做好啊，可能你飯又未準備好啊咁樣。直接咁指責對方有啲不是啦，咁對方梗係唔認同啦。咁大家針鋒相對嘅時間，個身體越嚟越近啦，咁就忍唔住就要打佢。打佢就想對方唔好再係咁樣嘅態度對我，好想去挫敗佢咁樣嘅，咁有咁企圖講説話傷害對方啊，令到對方憤怒啊。好瑣碎，好瑣碎嘅。譬如話啲嘢煮得唔好食咯，屋企未做到啲清潔啊之類啦。咁對方梗係用説話刁轉你，你會更加發嬲。咁完全雙方面都控制唔到個情緒啦。咁對方都冇喐手，只不過我自己係想用企圖用嗰啲暴力咧，想制止佢，想制止佢，想停止呢個嗌殺咁樣。有一次無意中就打到佢，一巴打落去個耳膜穿咗咯，聽唔到嘢咯，咁就要去補翻個耳膜咯。唔開心都好後悔嘅，之後都仍然有繼續咁樣，一個喺郊嚟一巴打落去，完全控制唔到，冇機會去同人去講啊，甚至乎去學啊咁樣冇，亦都唔好意思問，因為自己同老婆嗌交嘅嘢咧，我哋覺得好似好醜咯。最後那幾次嗌得幾犀利啦，自己亦都忍受唔到咯，覺得都好唔開心。諗過最唔開心嘅時間，
離開呢個家又唔得咯，離開呢個世界得唔得咧？見到社工之後咧，聽我哋講，心境係平和啲，識得去冷靜啲啦。我覺得打老婆始終係唔係咁好啊，啲蝦女人咁樣，咁同埋即係其實相對嚟講，其實打老婆其實幾懦弱嘅行為咯。我自己覺得係，即係老實講，你喺出邊揾唔到宣泄嘅途徑，不論工作好，任何嘅理由都好，你翻到去打個老婆，咁你打完老婆，第日話俾人哋聽，喂，我琴晚打老婆喎咁樣，我諗呢個唔係光榮嘅嘢咯。以前我好強烈咁控制佢咁嘅感覺，包括佢嘅生活啊，包括佢嘅經濟狀況啊，包括佢認識嘅朋友啊，全部都好緊好緊。咁而家咧，我覺得大家雙方面都好啦，包括我俾佢俾我，大家有自己嘅空間，比起以前嚟講係多咗。阿王結婚20年。因為經濟問題，近幾年經常同太太爭吵，仲時不時拳打腳踢。好自然咯，就係即係點啊？去到嗰個階段拍咗2年啦，覺得需要組織個小家庭咯喎，咁樣。其實我自己嘅憧憬就係一個好美滿嘅家庭啦，相夫教子啦。咁開頭我先生對我都好啊，幾錫我。結咗婚5、6年到啦，就有啲拗撬啦，又跟住咧後期就會即係演變成咧就會激烈咗咯。呢幾年都好嚴重下噶啦，就係由舊年更加開始就個經濟唔好啦，我太太裁咗出嚟啦，就變咗佢嗰度少咗幾千蚊啦。咁加上我又冇以前揾到咁多錢啦，咁啊變咗又即係百上加斤咁樣啦，就好多時為咗啲錢銀啊。即係嗰啲咁嘅小問題，就周不時都由小事嘈到為大事咁樣咯。佢係一個好顧家嘅老公嚟嘅，咁我覺得佢壓力好大。我本身脾氣以前嚟講都幾暴躁嘅，即係可能我又唔抵得頸咯。咁佢同我嘈兩嘈，我又要駁下嘴啊，或者係講啲粗言穢語啦，令佢接受唔到，佢就會喐手喐腳打我咯。佢態度都唔係十分之太好㗎。即係例如，喂，仲未有錢啊？啲單到期啊，電話費又未交啊，咁樣啊，你嗱嗱聲好攞錢嚟交啦，咁樣，咁我就都係通常應咗佢未有錢咁樣咯，啊，咁佢會問點解仲未有錢啊，咁樣，咁就聽唔順耳，咁咪一巴咁啊，有陣時冚過去咁樣咯。我耳膜穿咗啦，即係裂咗啦，條頸骨歪咗啦，牙臼甩過啦，所以依家全部呢啲嘢都有後遺症咯。其實差唔多成一個禮拜都會打一次交噶啦，但係後期就唔係淨係去打我啦，我係會還手咯。離婚有諗過咯，但係始終我諗嘢就係為仔女著想多啲咯，我唔想兩個仔女分開咯，覺得自己嘅婚姻好失敗啦。嗰時我一日做4份工噶，希望過到嗰個困境咯，但係真係冇辦法，我真係冇辦法再忍落去啦，我唞唔到氣咯，覺得我就嚟爆炸咯，喺條街度行埋去咧。突然間唔知點解有一刻就喺度諗，試下揾社工。我唔捨得兩個仔女，始終係，不如試下揾人幫咯。你哋兩夫婦即係最近嗰個相處啊？初期時我覺得都唔使點傾啦，傾嚟傾去你哋都係幫女士㗎啦，男士就錯曬。阿陳姑娘就係有個係男士組嘅，叫我去上，大家10個8個人喺度，大家。講啊，傾下偈啊，啟發到咧，都幫到我好多嘢咯。即係譬如想發脾氣嘅時間，應該點樣咧控制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
佢家都避免大聲同我講嘢，因為驚可能激動個情緒。同埋有時譬如我講啲嘢好急躁嗰時咧，佢就會提醒我啦。因為我一急急下咧，我又係會開始好敏啊個人，跟住可能會嗌交，可能我唔聽佢講嘢咁已經發曬爛渣，唔聽佢講發曬脾氣咁樣咯。但係依家佢會提醒翻我咯。個仔感覺暴力解決到問題，真係㗎。個仔有陣時都會同妹妹嗌交就話。你再同我打你啦咁樣，佢可以咁樣，因為佢覺得爹哋都係咁樣。依家咧就係話俾你聽，你哋睇下爹哋，佢為咗呢個家咧，佢甘願改變啦。依家我話你哋睇得到，你哋親口同我講話，爹哋改變咗。我希望你哋都想，我話係我哋教壞你嘅，我亦都希望依家由我哋教翻好你咯。我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。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你，尊重你，终生不渝。